常常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事情跟蔡总统谈，但是他并不认真，他只说2024年以后的事是下一代的事，不是他的事。我说你现在当总统要想到以后下一代的事，不是2024年以后的事，是下一代的事，不是他的事，这是不对的。当然对他讲很容易啊，你这个执政每次讲这种对他有意见的一些看法，下一次选上了就把你执政除掉了，你就会看不到我。